呦，这么好吃吗？嗯。我看了那个网红1000万的那个爆料，对店里不会有影响吗？他说的没有错，素一开始确实是拿我姐的钱做的，但好像素2个多月就开始实现盈利了吧，老早就还清了。哇，没想到我男朋友不仅有才，还有钱呢。有钱倒不至于，养你还是挺轻松的。你多好养活啊，每天一块甜品就这么乐呵。也是哈，不过我可不付钱啊。我尝尝。